融摘要 ST 会求等个股，连涨三个月龙虎榜追踪资金，最青睐这些个股11只股走稳短期。均线现金差中国动力等个股放量滞涨中，鲁泰 A 等股均线近日成多头排列 ST 会求等。个股连涨三个月，上证指数已经连续五个季度下跌平了历史记录，同时有一批个股已经连续几个月逆势上涨。数据宝统计显示，剔除部分次新股后，有62只个股连续上涨三个月。从连续上涨三个月股票行业分布来看，化工行业逆势牛股最多有8只入围，机械设备、有色金属两个行业均有6只个股入围，轻工制造、家电、医药生物等行业也有较多股票进入榜单。从12月份涨幅情况看，涨幅最大的是 ST 汇求12月大涨近 70%。 公开消息显示，近日 ST 汇求发布吸收合并北京天下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预案公告显示，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天下秀将通过买和加吸收合并两步走的方式实现借壳上市，其他股票涨幅相对较小，济民制药、九鼎投资、一联网络等8股12月涨幅均超过 19%， 只股近期创新高。另外，进一步梳理数据显示，12月股价创出年内新高的个股有9只，分别为玉兴股份、一联网络、凤凰传媒、和仁科技、松发股份、特瑞德、银河科技、温氏股份和夏夏食品。其中玉兴股份今年股价上涨幅度接近 5%， 最牛股票是和仁科技，年内涨幅超过 67%。 九股12月吸金超过1元，这些已经连续几个月抗拒下跌的股票能否在未来强者恒强？从资金流向来看，有9只股票12月份吸金超过1元，其中净流入资金最大的是温氏股份，累计吸金超过7亿元。近三个月该股持续慢牛走势，10月至12月分别上涨 6.33%、 3.56% 和 2.39%。 山东黄金吸金位居次席，达到 5.7 亿元。该股10月至12月分别上涨 11.11%、 2.85% 和 11.83%。 龙虎榜追踪资金最青睐这些个股，最新数据显示，龙虎榜中机构及营业部席位资金净买入 0.81 亿元，其中净买入的个股有20只，净卖出的个股有13只。净买入前三名个股分别是国海证券、上海新阳、群星玩具等，净买入金额占当日成交额比例达 6.47%、 18.58%、 6.23%。 从盘口资金流向来看，主力资金净流入超千万，且龙虎榜净买入个股共有14只，其中群星玩具、国海证券、上海新阳等个股资金净流入金额最大。净流入力度最大的个股有罗普斯金、广哈通信、上海新阳，净流入力度分别为 65.69%、 42.44%、 35.71%。 11只股走稳短期均线现金差，目前有11只 A 股的5日均线主动上穿10日均线，其中海特高新、正泰电器、科林电器等个股的5日均线较10日均线距离最大，分别达 1.04%、 0.62%、 0.45%。 值得注意的是，隧道股份、华侨城 A、 科林电器等个股主力资金净流入居前，分别达到 0.66 亿元、 0.50 亿元、0.21 亿元。中国动力等个股放量滞涨，从个股放量情况来看，两市共有25只 A 股放量滞涨，其中中国动力、思环生物、麦格米特等个股5日量比最大，分别达 3.18、 3.03、 2.62。 值得注意的是，25只放量滞涨股中，大秦铁路、利安龙、金河实业、新兴铸管、华能国际等个股主力资金净流入较多，中鲁泰 A 等股均线近日呈多头排列。一般来说，均线多头排列代表买方力量强大，后市由多方主导行情概率较大。目前47只个股5日、10日、20日、60日四条均线近日呈多头排列，其中鲁泰 A、 大秦铁路、川投能源股价与60日均线的乖离率最小，
分别为 2.85%、 3.65%、 6.26%。 在5日、10日、20日、60日四条近日形成多头排列的个股当中，八只2018年年度业绩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五成，通达股份、华思股份、腾讯股份等个股业绩增幅最大，分别为 325.00%、 116.57%、 109.10%。 注本资讯后四表章表格已剔除近一年上市新股。往期回顾声明，数据宝所有资讯内容不构成投资建议，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数据宝股市早餐是数据宝推出的盘前数据资讯，每个交易日期30推送数据，参透个股玄机，心中有底，交易顺利。